他后来呢？我妈，今天那几吃辣的？吃鸡蛋了。鸡蛋为什么？它不嚼嚼。几个呢？几嚼嚼。哦，不嚼嚼的该吃，嚼嚼的就不用干好的就不吃的。那鸡蛋再放进去。那个放上。妈，你那搓灰搓习惯，你要把这鸡毛都搓干净。哎、来了来了。喇叭响了，来来来来，喇叭响，回来了，这咋辛苦了？这木匠的，啊？这是木匠的，木什么哈？带几根车的吗？那几个？啊？溜俩狗马一样的。那你身上木的？刚刚那唠嗑，那里什么？不知道我追几水的吗？每个家狗娃也几长不小。你看打得是不？大乖，回来堵车你得打得哈，这个跑得快，跑得远。泡几趟哈，好，我那个堵了哈，堵个大的，刘大哥，端个盆跟一蹬的，横天没吃家里饭了吧？这个鸡哈，我跟你说，这我妈喂的鸡哈，天天喂青菜，这家肯定有菜香味。我兄弟，哎，我吃完了，干汤啥的啊？干汤。这什么？这是哪里玩的？我跑青岛那块旅行啊，好不好玩？嗯，我还没青岛就跟去，下一期跟我走。你下次要想去，我跟你们俩那个叫上青岛。是吧？来一条龙好没？龙好，这个没跟跑，这不缺一档吗？来一档吗？就跑一。行，下了点火了。好，很长时间没烧了就。我怀疑你锅巴还没烧过。能不能顶住了？我这正把他们压满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花灰，不用吹，出来。哟，我那我这火烧不老慢。你现在会翻的，这没顶住，电话机别弄，离远点哈。哦，是你。酒大火来酒啊，来到那个里头。修行真相，行行行行行，你留你给我打火，你回来再卖。来下水，没过几声。大伙，把火顶起来，一会儿就行了。烧了房东，哎，烧房东。大伙，今天行情怎么样？今天行情没有去年好，嗨，今天油价一直涨，掉个。几分钱一张，张两三毛，一两毛的。怎么弄啊？这个谁给收的呀？哎，在那个都得干了，不干是不行的。现在的，像我们八零后人都得干了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那不干了，现在都长大了。这可不是的，你不知道。你等着，你等着来，你等着来，我一天。坐坐坐，等着来，坐。你就不知道，你受很苦的，一天呐，就光跑跑腿的哈，就没挣钱，就没有钱，就苦不到钱。差不多也搁车上到今天，俺光说不定清水没调上呢，这可不是，脚水不好，车不好。你看那松林热锅车上，就很长时间感觉没车那热了。是的呢，现在这行情，现在俺们家买过不时间的还是过租车的哈。现在过六上车的过六的，现在俺们家过不两年没到一年没淘汰。我们家买又上了过去了。现在过六还没动，现在又想过来过去了。买一大腿的，前买大腿的，下个不了。我做什么这东西？现在想不起来，买不下可不的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这些东西还叫平平干。既然选择几条了，我们就得干。你得朝上头走，你敢死？干，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。开门。哎，哎，胖子，哎，哎，锅贴来了，哎，铁锅贴喽，这锅贴贴过来就得香，嗯，好吃，回来多吃几块哈。
开饭喽！这个鸡肉真香。吴大官，来尝尝我妈喂的这个大鸡，这个鸡大腿肯定好吃。我妈喂的应该够妈吃了，两个妈。哎，你瞧，你瞧，俺就开大鸡腿了。怎么样，吴大官，香不香？有青菜味，麻筋口味，跟奶油。你尝尝。你尝尝。什么味？就是那味，干香的。那，大海，你看，你干。你瞧瞧，我是有的。你瞧，今天堵了，你这个鸡还有两条腿。哎，你瞧不了，我们在家里经常想吃就有，对吧？你搁外头吃不到。没吃到就味道。外边吃不到。你瞧大哥，啃个鸡腿没什么不尊重的。那鸡腿不能光讲的，要吃吃，慢慢吃，就没长臭。吃的，还是少吃。我大哥，那腌好的嘛呢？一拉给你吃。啊，坑了！这鸡爪收拾了。不大，你要好好练练，看看你那牙到底好不好。放他去！我不会，我大哥，下次你要来家，提前对我说，打个电话，我得谁谁谁的，我们得牙妈给家请好，给菜准备好了，到家就吃。好，行，我对你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，那就吃吧。来，我来。这鸡腿给你，二十多块钱，我看能不能。